哥，今天是狙神争霸赛，你作为上一届狙神争霸赛的冠军，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？好的建议，那就是需要一把厉害的枪，完了玩家的枪法也很重要。算了，等会儿看我怎么操作，走。哟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大圣和肉肉呀。贝利，你有什么可嚣张的呀，小心待会被我给吊打。肉肉，虽然你哥很厉害，但是你看清楚了，他手里现在只有一把断了的 98K， 待会儿狙神争霸赛我看他怎么赢。肉肉，别跟他废话，咱们进圈。贝利，咱们等会儿见。是个人机啊，可真没意思。看我的妹控！今天怎么回事啊？不是遇到人机就是遇到菜鸟。算了，先进决赛圈吧。哎，枪法不准就不要乱开枪嘛，你看。打草惊蛇了吧？哎呀，我也没有想到美队走位这么好，没想到大圣用一把断了的98K 也能进圈，那就让我来消灭他们吧。这断了的98K 怎么这么厉害？还能连发三颗子弹？哥，你这枪不是用不了了吗？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？这断了的98K 当然没什么用。但是你哥我大圣可是手工大神，改造个枪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吗？哥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看来这一届的狙神争霸赛的冠军又是你的啦！嘿嘿，走吧，咱们去吃鸡。走。欢迎关注苹果零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